帮你再重做一碗吧。不用。面是难吃了点，不过溏心蛋还不错。现下我也诚心实意的吃了，也没有浪费。现在能问你个问题了吧？你这面何以卖的比别家都便宜？其中可有什么诀窍？没什么诀窍。面粉是我自己去农户家收的，当即现磨。每斤比粮食店的便宜五文，折到每碗面里就能便宜一碗。至于鸡蛋，是我帮刘阿婆做了个鸡笼，所以她卖给我比别人便宜。有趣。什么有趣？我说你这个人有趣。起先是我看错你了，还以为你只是故作清高博人关注。我也看错你了，刚刚看你吃了一口桃子就随口吐掉了，以为你是纨绔不堪，所以才不肯给你下面。那是因为今年雨水大，桃子都长得不好，我吃了一口发现芯儿是烂的才扔掉了。不过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